跟詹姆也差不多。岳伦华这个球带到中外方向，中外手推到警戒区，结果这球没有接到。一垒垒包上的跑者现在绕过二垒，已经上了三垒，要继续往本垒跑。双方在这个半局有机会变成一比一平手。尊重是绝对需要的。这球打到之后不断的飞啊，中外野手已经退得很快了，最后转头回来看啊，还是不够，就是落地形成长打一棒啊，第一球就把分数打回来。对，而且这一分能得到，我觉得三垒指导教练占了很大的功劳，因为他不断在判断中间的一个转接啊，所以其实原本三垒跑者快到的时候，他反而没有停下脚步，而且是叫他赶快往本垒跑。所以你看最后就差这么